最靚仔。哇！又嚟！哎呀！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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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有 live 想問，真的不好意思啊！咁今晚咧又係見到我副尊容啦，咁咧都係用廣東話出街嘅，咁啊～冇錯，上次做了一部分的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主持的簡介咧，今晚我哋做埋第二 part， 咁啊睇埋呢一集咧，暫時大致上都介紹咗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俾少少，哎 ，Hello George， 啊俾少少啊耐性啊，如果有興趣話，哎你好啊 ，Who call？Hi 啊 ，Jane Wen， 哇咁啊，係啦，我諗呢種方法好多朋友喺網上媒體啊，或者係即 YouTube 啊 Facebook 比較盛行啦，即時有互動啦。我見有啲外國公司玩到三粒幾鐘嘅。Yo， 英哇呢個名好型喎，英雄。OK， 希望你明啦呢個廣東話。Man 去 hello， 咁啊嗱，希望逐一打到招呼啦，但係驚咗佢係打招呼咧，咁就打曬招呼噶啦。咁點解影住我個尊容先咧？咁因為咧就頭先你知我播完手。開 TV 嘅所謂舊年拍嘅宣傳片之後咧，就有啲蝦碌嘢發生咗啦，咁啊，所以咧我都要咧，所以你見我樣啊古古怪怪咁，我就要需要咧就去翻一個我想見嘅畫面先，冇錯啦，咁咧要縮低少少，啊費事冚近鏡睇到我副尊容啦 ，OK， 好啦，搞掂，好，咁咧就冇錯，今晚會有少少新消息同大家公布下關於 Toys TV 嘅，咁咧亦都係有介紹下主持啦，咁啊新消息陰間先公布啊，咁啊聽完首我哋其實嗰首歌係一啲製作公司幫我哋做，咁嗰啲應該係罐頭 music 嚟嘅，應該冇版權嚇，咁啊肯定冇嘅，咁啊就唔係自己專屬嘅，咁希望有朝一日可能即係可以挨到啲音樂界朋友幫我哋作一首 jingle 啊，或者係一啲主題曲咁啦。咁點解呢？因為同一間個消息有啲關係嘅。喂 ，hello 啊，曾強 check 係嘛？係啦，好，希望冇錯 ，hi 嚇。咁啊，各位你好。咁咧好，我哋睇一啲我哋想睇個相對我個樣比較好睇啲嘅嘢先。啊，未撳掣。好啦，係咩嚟嘅呢？好，繼續介紹翻我哋少少 YouTube channel。咁你知道咧，一個咩啊做玩具的人的台咧就係咁嘅樣噶啦，就係亂糟糟嘅。咁啊，講到玩具 TV， 點會冇玩具咧？啱啱我 show 見我自己珍藏亂咁砌嘅玩具俾大家睇睇，唔會睇突嘅啫。好，咁就好啦。YouTube channel 上次我哋介紹過啦，只要你上到 YouTube 咧，然後 search Toys TV 咧就得噶啦，唔需要打翻一啲。好長好沉嘅，即係我哋叫網址或者名啦。咁但 Toys TV 應該都 search 到 Toys TV 大個彈出嚟㗎啦。好啦，咁我入去咯噃。入咗去之後咧，發覺嗱，我上次介紹咗漏咗一啲節目，因為咧其實我哋呢、這個我哋叫玩具或者 collectible 玩具嘅KOL 嘅平台或者係資訊平台咧，我哋上面咧有好幾位主持㗎嘛。咁其實佢哋有自己有 page 亦都有自己有自己嘅節目嘅。咁咧而家咧我哋。歸納咗嘅咧有幾個啦，唔係好多，咁啊不妨俾大家望清楚先嚇。一個人做嘢咧手忙腳亂啦。OK， 咁上次係介紹漏咗阿的嗰啲節目嘅，其實阿的咧已經咧喂 ，hello 阿 Walker， 有好多節目咧就出咗街嘅啦。咁啦，嗱我哋最多節目都最多人記得嘅就爆玩具唔使講啦。Toys New 就啱啱去完呢、這個上個禮拜睇完鐵甲萬能俠咧，見到阿水墨一郎師傅啊。我哋叫師傅，因為真係一個伯伯嚟噶啦，咁啊唱得好勁咁啊，紅皮褸黑皮褲咁同我哋唱歌。
好，咁跟住咧有 Figure Talk 啦，咁就講咗啦，源源不老啦，都係我哋大家好多朋友都熟嘅節目。咁另外咧有啲 talk show 啦，咁我會訪問啲啊唔同嘅人啊，出嚟傾下偈啦。咁少少預告啦，嚟緊呢個禮拜咧有特別嘉賓，星期四有特別嘉賓啊。邊個呢？賣下關子先，其實出現過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不過未正式上過來節目玩，那你估下是誰了？那這個人呢就大部分有看電視人都認識的了、啊、好，那就 OK， 那、啊、有另外呢名人堂啦，就訪問一些名人啦，那所以這個禮拜有名人堂的，這個名人堂就是賣個關子先，還有、這個、這個名人會跟我們 一起開一個比較大件，真的不是比較，是很大件的玩具，是香港港漫界的一件產品，大家記住留意，喜歡港漫的朋友、啊、千萬不要走雞了，因為呢今個禮拜那件是非常大的、啊件產品就在我手上了，但是呢嘉賓希望他、啊、那位老友、啊、希望他不要忙得滯來不到、啊、希望來到的話跟我們一起去爆玩具更加精彩，除了接受訪問之外呢還有爆玩具。好啦，咁另外啲節目呢有 Choice Walker 阿迪嘅節目啦，咁佢其實佢節目裏面呢有幾種嘅，有種叫瞬間玩玩具，咁最近呢就係呢個啦，瞬間玩具，嘩就係呢個呢條片呢好厲害㗎喎，嗱呢度 YouTube 個數就唔係好大，但係呢據聞呢喺 Facebook 個數就非常之點擊率非常之高，高到真係有少少覺得咦嘩咦係咪搞錯咗呢，但是真的咁高嘅，咁大家上去自己看下 Facebook 嗰條過百萬 like 嘅片，係啦，唔係百萬 like， 過百萬 view 啫，不過已經過300萬噶啦。咁啊，瞬間玩玩具，咁啊呢一個一炮就唔好話而紅啦嚇，一炮而多人睇咗，咁啊好多謝大家朋友咁多咁捧場，因為好多都唔係講廣東話嘅應該嚇。OK， 咁仲有另一個節目叫 Shopping Guide of Hong Kong， 咁呢個係咩嚟啊？呢個咧？是一個其實很多朋友沒有看過，立立來好不好，是什麼來的呢？住在香港沒理由要看這個節目的，哇很激烈的音樂，動作挺快，有個靚女的背影，沒錯，這個就是香港購物攻略，是講玩具的，就不是講商場的，不過呢在這個商場裡面都有一些、不錯的玩具店，我們叫或者有特色的玩具店，那我們呢就就借即申請了允許我們上去拍攝的，是的，那這些購物的攻略是什麼來的呢？我們不要、啊、那我們有時真的會有些好像什麼買不起有看什麼什麼看不明白已經 OK， 那一會兒再講一講，那就這個啦、啊、那啊這個商場大家都認識的了，那、啊、這個地方也都認識的了，那、啊、不單止是只是那些的即是積木產品的很多的、啊、那你也知道我們就不介意黑人的牌子名啊，這樣啊，那有廣告之類之類啊，好，那這裡應該是 80M Bars 啊，是不是 OK， 那看了這麼多先，哦扭蛋 OK， 好啦，最後看看這個傻佬，有個傻佬跳出來的、好啦，傻佬跳出來了 cap 圖啊，記住啊 OK， 那呢就好啦，睇下定落另外一啲 Toys Daily 同 Toys 有冇一間講好冇？係。咁呢個另外一條啦，嗱、這、呢個咧就係我哋，哇出曬名 ，CTMA， 好啦，又跳跳啦。另外一個係咩咧？嗱、啊，唔好睇我啲英文啦，係。俾人話到飛起嘅啲英文。好，嗱呢个就系现时点啦 ，OK 啦，系咁多先。嗱，想睇嘅朋友自己去再去详细 YouTube channel 睇睇。嗱，呢啲老细，咁啊，全部都问咗人嚟影嘅。咁咧就呢个 shopping guide 其实就为咗乜嘢咧？其实我哋会不定期 update 嘅。咁咧就真系因为发觉好多香港嘅嚟香港嘅游客啦，啊内地又好，国外又好啦，即系外国好啦。其實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怎樣去買玩具，其實香港買玩具是超開心的，那呢、超開心之餘呢，那超開心之餘呢就是超抵買啦、啊、又超多啦，又超方便啦，那但是方便得來都重要，需要我們呢去
即係你去外國都要問下路咁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就拍咗呢幾條片，咁其實就未 cover 曬香港大部分嘅玩具店嘅，我哋希望有一日咧 cover 曬，同埋可以定期咧 update 下。咁當然啦，呢啲係一啲 in general， 即係一啲籠統嘅購物攻略片，我哋就唔係好仔細咁逐間鋪頭介紹或者逐商場介紹，但我哋就會籠統影影，等你大概遊客知道去邊度可以嚟到啲商場啦，同埋咧咩鋪頭有咩玩具咧，大概知道，咁啊等佢哋幫幫手，希望即係可以大家咧即係遊客多咗地方嚟之餘咧，亦都好瞄準地唔使問啊，喺街度揾啊咁樣，直接睇條片咧就可以上嚟到商場或者玩具店咧買玩具啦，冇錯啦，呢個。George from Abing, yeah, George, yeah, wow,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shopping mall in Hong Kong. Yeah, come to Hong Kong and use this video guide for you, okay? Thanks for watching, George. 咁就有好多嘅玩具，真係林林種種都有。咁啊，即係希望幫到成個業界啦。咁當然啦，一間我會同大家有機會再分享一啲一間點解會搞呢啲嘢嘅，有機會嘅話嚇。好，好啦 ，shopping guide 完咗之後咧。咁啊，仲有好多節目啦，再睇翻先啦。由瞬間玩玩具啦，嗰啲逢親香港比較大型嘅玩具展覽咧，我哋都會去嘅。譬如啱去完嘅 C3 啦，我哋去咗啦。咁啊 ，load 得比較慢，咁我哋唔等佢啦。好慢我 load 得，啊依然有拉拉，多謝曬。咁就其實換 TV 搞咗年零㗎啦，咁即係有收視率啊。受歡迎的程度啊，其實就大家知啦，我唔講啦自己。咁但係其實好感恩嘅，因為好多朋友幫手啦，好多觀眾支持啦，好多玩具迷支持啦。咁當然我哋做的地方好多不足嘅地方，有啲地方係做得唔好，或者係好原始啊，或者有時會有啲立亂啊。咁大家都包涵包容嘅，咁我哋都係本住人人為我為人人嘅方式咧嘅宗旨去做人嘅。咁當然啦，有啲就為興趣嘅，有啲咧我哋係我自己行內人咧都係為自己嘅。OK， 好啦，睇完呢、這個其實仲有好多展覽㗎，咁其依度就唔一一細講啦，有 ACG 啦，有 Toy Show 啦，初期睇到而家真的嗎？我哋冇去過而家嘅喎，不過都諗緊嘅，其實係咯，幾好啊而家嚇。OK。好啦 ，YouTube 嗰度係咁多啦，咁咧就記住咧，好簡單，打 Toys TV 就可以咧 ，zoom zoom 先，就可以咧。咦，今晚個支棍冇跌 ，Toys TV 就咁咧，啊，就得噶啦，就揾到我哋噶啦。好啦 ，YouTube channel 講完之後咧 ，ban 人，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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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有觀眾誤會咗係 ban 做文，咁我唔係 ban 做文，啱啱有個叫 ban 做文嘅好友。即係網上的好友咧，就打招呼咁，我叫 Benjamin， 咁我唔係叫 Benjamin， 我叫 Brian 嚇。咁我係做玩具嘅，係啦，係啦。咁啊，做啲咩詳細呢度唔講啦，冇好似個人宣傳咁啦。咁雖然成日都係噶啦，其實你拍得呢啲片 YouTube 其實唔多唔少多咗人認識嘅，知道你係咩啊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一啲少少嘅即係回應啦，唔好話回報啦。OK， 好啦，咁咧。就我哋介紹我哋啲主持咯噃，好嘛？好啊，介紹之前咧，有啲嘢宣布嘅，冇錯啦。舊年12月咧，我哋同 Toy Show 合辦咗亞洲玩具頒獎典禮，咁啊，相對嚟講都唔錯嘅。咁而喺咁多年嚟咧，好似都冇乜呢類嘅頒獎典禮，咁所以咧，我哋會玩具 TV 會繼續搞落去。咁咧，今年我哋會開始搞季選。咁你會問，咦，3月幾咯？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希望4月份咧。或者5月到啦，我希望第一季季選會可以舉辦，咁即係話唔使等到成年啦，咁同埋分4季嘅話咧，咁可以多啲嘅入選嘅名單啦，同埋可以多啲人知道喺唔同嘅季度咧，其實都有唔同精彩嘅玩具。譬如舉例，最近出咗幾件好勁嘅嘢啦，咁有鐵甲麻啊，有高達啊，咁嗰啲甚至有啲 Jack Sparrow 啊嗰啲，其實已經爆曬 like 㗎。咁但係如果到年尾咧，可能俾人冚曬啊。咁所以我想搞個季選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平衡翻成年嘅。分數啊，咁同埋咧，我哋 TV 呢邊搞咧，盡量我哋都去網上投票嘅，係啦，咁到時咧年尾就同 Toy Show 嗰邊合作翻，睇下點樣會即係有唔同嘅獎項咯，有啲就係即係評審團嘅獎項啦，有啲就係即係網上投票嘅，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網上投票隨時開始噶，哇好多 like 啊，都係應該都係啲自己啲主持朋友咯，講笑啫 ，anyway 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嘅，好咁啦，介紹第一個朋友啦。
擰一擰先鏡頭，喂、哎、又擰歪咗。好啦，啊，應承大家話玩玩具喎，最尾先玩玩具啦，最尾先玩少少玩具，同埋最尾先見到我個尊容啦。好，咁咧呢、這個咧就係、是、Dio， 邊個 Dio 咧？好多人唔知啊，其實係太歲，太歲英文名叫 Dio 嚇、啊，咁有啲意思嘅，咁我就唔長講啦，因為咧驚講錯咗就唔好啦。咁咧太歲其實自己有自己嘅 channel 嘅喎，咁咧點解會咁咧？咁據我所知咧，因為佢係比較藝術家啲嘅，其實咧嗱，睇下 Dio channel， 好，今日嚟到咧仍然係 CW 嘅會場，咁隔離一個新嘅一個製作單位啦，呢、這個叫做黃家嘅製作單位叫做。Enjoy 好啦，見到一個靚仔一個靚佬之後咧，我哋停一停啦。嗱，咁佢呢個 channel 咧，佢哋多數咧就係、是、製作一啲設計師嘢啦，真係可能火炭藝術家嗰條村啦、啊、我唔係好識講啊，即係嗰啲火炭嗰條村入邊咧有一扎 artist 咧有自己 studio 啦，佢會多比較做呢啲啦，同埋有啲模型嘅嘢啦，咁有時呢個叫做塑造工房，咁就 bling bling 好快嘅，可以睇下。好窄的咁啊，快鏡，不過佢砌模型嘅。阿的就玩玩具，將公仔扭來扭去，扭來扭去咁樣，有啲唔同。咁啊，大家多多捧場喎，因為咧，其實呢啲片咧真係一路砌喎，花咗好多心機去拍啦。雖然快鏡咁，但係其實本身咧都真係用咗心機去拍嘅。嚇、啊，咁中意砌模型嘅朋友或者中意砌模型嘅朋友，而家冇時間砌模型嘅朋友，睇完咧，希望都當砌咗。好快砌咗咯喎！其實好短嘅條片咧，五分鐘就搞掂咗噶啦，四分零鐘。咁我跳一跳，哎呀，完咗添！好，睇下點樣完成啦。哇，魔術手咁樣。好啦，咁呢個太歲嘅 channel 咧就有呢個塑造工房呢一部分嘅，冇錯啦。咁係咪本人砌咧？唔知道，即係都係手，但係咁靈巧嘅手咧。就算唔係徒，唔係佢自己都可能徒弟啊。咁啊有個徒弟叫熊仔，咁啊成日幫佢手，一齊去聯合去製作一啲影片，有時佢話劇本啊咁樣嘅。咁好多時我哋有啲片咧，都係熊仔同埋太歲幫手咧拍攝到嘅。咁都好多謝佢噶啦。希望各位朋友咧都好欣，希望都欣賞翻我哋呢啲少少嘅綿力啦。OK， 好啦，騰騰先，好啦。咁咧，所以咧太歲做嗰啲嘢。就比較藝術家啲啊，而家訪問一個靚女 artist 啊 ，OK， 咁就嗱火炭工業村啦，係啦，塑造工房啦，咁有時有啲部分嘅一啲嘅作品咧係日本向啲嘅，咁嗰啲有部分咧我哋覺得我哋冇咁大路 TV 就可能未必會 share， 但係其餘嗰啲都會嘅，咁同埋猛咁 share 好多節目咧，其實可能睇 TV 嘅朋友都覺得太多，咁所以我哋有啲部分嘅。個別嘅 channel 或者個別嘅主持嘅節目咧，我哋會選擇性地播嘅或者 share 嘅嚇，咁唔好即係好似浸親大家咁樣啦。咁呢個就係、是、應該係冒英國比利模型世界，哇！呢啲好珍貴嘅喎、哦，你睇下，好正嘅喎，去咗英國喎，鬼，哎唔好講鬼佬俾人鬧，係西人嚟嘅喎，係嘛？呢啲平時唔係咁輕易睇到喎。哇！好多拉拉係嘛？由第一季睇到而家，多謝你 Andy 嚇、啊。咦啊，白狼都睇緊喎。嗱咁，但係啦，白狼嗰時都喺幕後幫緊我哋手嘅。好似嗰日萬能俠咧，白狼幫我拎住曬啲嘢拍。啊，咁啊，我哋都唔記得當時得即係啊，多謝白狼拎到身水身汗。係啊，太歲啲嘢係好正。你講係啲片定佢做啲嘢先？兩樣都係啦，嗬。好嗱，呢啲片咧，其實中意模型嘅朋友咧，真係要嚟睇下。咁我哋冇特別 share 到噶，你直頭上太歲嘅 channel like 咗個 channel， 然後去睇啦嚇。咁、啊、因為 TV 嗰邊係大路啲，或者近香港口味啲，或者係一啲全世界性都哇好多人注目嗰啲，例如係一啲哇好靚嘅 figure 啊，好 superhero 嗰啲產品咧，我哋會先處理咗先嘅。好啦，睇咗咁多啦，想睇就上 Dio channel， 好易 search 即係 DIO。channel 咁就見到㗎啦，
咁其實泰瑞有好多網page 㗎，有佢自己個人 page 啦，有佢工作個 page 啦，好似 studio 都有。咁 DO Channel 咧就近同 TV 近似嘅，咁都係播放一啲影片啦。咁但係佢個路線咧同我哋 TV 主力嘅路線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家各做翻唔同嘢，係啦。其實我哋都係好歡迎好多朋友咧加入 TV 嘅，咁當然大家要慢慢傾啦。咁當然我咁喺咁依講講就係啊，未必聽到嘅，有新聞就可能聽到頭先嗰幾秒鐘。OK， 好啦，泰瑞呢度我哋介紹到呢度啦。咁泰瑞嘅為人啦，我又唔多講，講笑。泰瑞嗰、那個佢嘅職業都係原型師啦。咁其實佢係亦都係藝術家嚟嘅，即係佢唔係純粹一原型師。有啲人會誤解咗係雕刻師，其實唔係雕刻師係即係工藝化啲嘅。咁而設計師或者形師其實佢係參與埋創作同埋決定咧一個造型係點去處理嘅，咁有時甚至牽涉到連工程上佢都會處理到，所以一個原型師咧其實係包括三部分，以我理解係包括雕刻師啦、工程師啦、設計師咧都有嘅。當然啦，工程部分有工程師幫我手，但係佢都要兼顧埋呢一份啦。咁所以其實一個原型師真係唔簡單㗎。咁啊，雖然話係石果僅存，但香港咧都唔係淨係得一個嘅。不過泰瑞嚟講咧，真係而家就皆知學問啦嚇。咁啊，希望佢咧喺呢個行業裏面咧繼續發光發熱啦。咁我繼續，大家多多要留意呢一個 channel， Dio Channel。OK， George 師兄頭像好似 Starlock。George 師兄啊，菲律賓人嚟嘅，咁啊，所以佢應該唔知係講乜嘅，係啦。好，介紹完泰瑞之後咧，好第二個啦，嗡嗡。哇！呢、這個咧其實唔係 fan page 嚟嘅，呢、這個係憑個人 page 嚟啫，即係你咧就可以 add friend 嘅。即係 add friend 嘅嚇，咁啊睇下德哥 add 咩你啦。咁德哥就好濫嘅，好人嘅，咁啊多數都 add 到 friend 嘅。土豪德，哦英雄哥你識啊？土豪德係啦，咁佢會話翻你土豪唔知乜噶啦。好，咁啊德哥咧一個絕絕對對係一個唔係玩具業嘅人啦。佢係一個係佢有佢個行業專業，咁你中意就問佢啦。咁我就唔講啦。咁啊呢度見到佢個。哇，幾型個樣咁呢啲，佢撮樣就係 Toy Story 入邊最撮嗰個噶啦，唔使問噶啦。啊，雖然佢未必係最靚仔其中嗰頭一位，可能頭三位噶啦。咁咧，但係咧都係好靚仔噶啦。咁就佢就比較撮啲。咁如果講靚仔咧，一陣間我哋上次介紹咗其中一個好靚仔嘅喎，就係咯，而家都睇緊嗰個就係、是、啊。啊，唔講名咧，依家佢哋又好怕醜啦。咁成扎相啦，咁佢就通常阿德哥佢要一個相片嚟分享多嘅。咁當然佢哋去到 TV 就會用一個玩家或者一個即係評論員咁嘅身份去同我哋傾啦。咁都就重複一次啦。我哋好多爆玩具裏面咧，同或者各樣各樣嘅玩具嘅分析啊，或者開箱啊，或者展示啊，我介紹。其實我哋都係以介紹為重點嘅，即係我哋有時有啲個人嘅評論咧，你就希望大家唔好當係一個官方嘅評論啦。咁亦都唔係即係你哋自己會希望憑翻你哋嘅。好精明嘅眼睛同埋直覺咧，去判斷翻嗰件產品好定唔好啦嚇。咁、你見到噶嘛有片睇，咁我哋都係主要係介紹翻啦，同埋即係同大家發掘一啲優點嘅。好啦，係啊 ，OK，Hello 英雄，又嚟呢個得 ，OK 收到啦。好嗱，咁咧即係應該星期五晚嗰陣見個面啦，嗬 ，OK。好啦，咁咧就德哥就唔使講啦，又出個書啦，係一個真係好土豪嘅玩家啦，買都唔少嘅玩具嘅，其實嚇佢話唔係啦，咁同埋中意就食玩具玩飯啊，即係喺一個餐，即係同食物同玩具一齊啦，每一餐都有食物伴住咁樣啦嚇 ，OK。好啦，咁啊德哥就都唔多介紹啦，咁啊佢就風趣幽默啦嚇，咁啊。就其實佢都你唔好叫佢舊時講嘢，即係嚇，其實佢幾好人嘅，咩你肯俾錢就可以用，係啦，佢有啲好金句嘅，係啦，金句得應該叫金句得，同埋或者係咩好多花名啊，大家自己中意點改就點改啦。好咁啊，德哥就唔多介紹啦，因為都大家都好熟悉咁，但係都其實佢有個私人網頁。好，跟住嚟嘅呢個，呢個咩嚟嘅咧？咁神奇嘅，冇錯，退翻上個面先，冇錯啦。因為咧，你當我哋睇翻我哋其實好多Toy TV 早期啲嘅片咧，其實都有一位主持人裏面叫阿 Cool 啦。咁阿 Cool 咧而家就其實好耐冇見佢噶，咁基本上咧就佢自己出咗去發展佢一個自己嘅 channel 叫 HKV， 係啦。咁咧就所以咧
就係一啲娛樂嘅，譬如音樂啊、電影啊、電視劇啊，或者香港演藝界嘅人物咧，一啲嘅事情啦，音樂最新作品啦，譬如啱啱 Mastermind。我嗰個訪問就唔播啦嚇，咁啊 Mastermind 啦，有啲歌舞片段啦 ，MV 咁啦，呢、這個就哇呢、這個幾勁，睇睇。嗱，留意啦，你唔好以為認唔到你喎，嚇、啊，即係塊面認到你啦，係咪？咪就係呢個人啦，嗱。一個非常年輕的，我形容啦，非常一個年輕的朋友啦，咁啊多才多藝，咁所以咧就即係 TV 呢度其實真係啊，我唔會希望唔好講錯嘢，但係都唔怕啦，即係直率冇問題嘅，即係淺水浸蛟龍啊嘛，應該就啱嘅，我都好贊成啊 ，Cool 可以係去搞呢個啦，係先，我都停先，唔知想唔想知？好，咁但係 HKV 我哋都好朋友啦，咁我哋嚟緊希望都有啲互相。幫助 share， 不如簡單啲 share 你放個片空間。OK， 咁我停喺呢度啊，唔講咁多啦。咁啊 ，HKV 希望大家都支持。咁啊，好多演藝人一啲嘅比較個性化啲嘅訪問啊，仲或者冇女朋友。OK， 個性化啲嘅訪問啊，同埋一啲心情啲訪問咧，都會喺度見到嘅。好，呢、這個 HKV 去到呢度，好啦，另外一位。不硬，冇錯啦 ，Joko 咧就其實就係比較多人知嘅咧，就係佢好多時會同大家分享一啲相片啦，又係即係啲玩具嘅相片啦嚇。咁以我所知，佢對星戰啦，其實對好多動漫咧，哇都係熟到咧好緊要嘅嚇，即係好似字典背出嚟咁啊嚇。咁就佢嘅喜好就可以睇到啲相睇到啦。咁啊好多時都分享啦。咁有時應該冇記錯都有時佢都會幫手影一啲官圖嘅，係啦。咁啊多啲上 Joko Studio 呢個 page 就可以睇下佢啲作品啦，係咯嚇，即係都係香港其中一個比較多朋友知道係會影下官圖或者影下 blogger 相嘅朋友 Joko。OK， 好啦，我有靚女嘅喂。好啦，都唔好睇，冇我呢個 HKV 嘅片嚟嘅。好啦，咁喺度唔講住咯。好咯，好呢、這個哇呢、這個犀利啦，係咪我哋嘅幾影呢、這個 Walker Long， 冇錯 ，Walker Long 就 Walker Machine 嘅一個 page 啦。嚇咁啊，中又可以 like 佢。咁啦，你大家熟佢朋友都知道 Walker 咧，佢對日系嘢咧。就相對啊鍾情啦嚇，咁當然佢都熟好多電影嘢嘅，即係講電影啊講法文佢最熟噶啦。咁咧即係我講我哋十幾人當中啦，咁啊佢就會對《Dark Kong》啊、《Transformer》啊、《高達》啊，以我所知啊，就比較喜歡嘅，同埋比較熟嘅嗱，即係有 like 啦。咁啊冇錯啊，多謝阿 Ken 你樽係咯禮物啦。OK， 咁就好嗱睇睇。嗱，咁好多朋友睇阿 Walker 呢片，尤其是日本咧，佢都幾熟。哇，好深深添啊！哎呀，撞鬼你！即係有女 fans 啊，男 fans 唔知啦。Anyway 咧，深深啊，啊好多深深。嗱，但係就一間怪獸餐廳。嗱，咁阿 Walker 咧有兩個地方係超熟嘅，日本啦，同埋法國啦。咁佢好多時都會帶大家去，即係去旅行或者公幹時間，佢都會拍低啲片，咁翻嚟佢會再剪接嘅。咁呢個真係好 appreciate， 即係佢再剪接，因為花心機噶嘛。咁先就俾再播出嚟俾大家睇嚇。咁就好多朋友都中意，因為其實你可以播變咗一個類似 shopping 街咁啦，外國係咯。咩話？我問係唔識，唔係好明張家春講咩歌，唔好知你講。點解啊？好咁啊 ，Walker， 佢都影相嘅喎，不過佢真係藝術家啲嘅，咁我唔咁多評論啦。都係以上嘅評論都係個人嘅喜好啦，唔代表本台立場。各位師兄，我係 Walker， 大家好。咁因
為人喺東京啦，咁就可能跟住嚟嗰兩個禮拜喺日本周圍走，就冇辦法可以冇啲熱嘅各位見面嘅。咁不過就拜個早年啦，咁希望大家就身體健康啦，最緊要第一件事先。咁雖然中國人都中意恭喜發財嘅，嗱。佢好深愛過到日本咧，都同大家拜年喎，真係嚇、啊，即係呢個都好難得嚇、啊，即係過到日本都仲繼續同大家拜年咁。好啦，咁啊，所以藝術性嘅嘢，法國佬嗱，法國佬獨宅啊，呢、這個哇呢啲。咁啊，這些是我又係有啲唔同嘅，即係阿太歲就藝術性啲，係咪？佢咧 ，Walker 就係、是。collector 嘅 base， 跟住就有好深層次嘅法國同日本文化底韻啊！我真係熟過佢嚇，咁啊，即係佢去好耐日本啦，去一次玩都嗱。嗱，你唔好以為講廣東話喎，佢原來係講緊咧。法文嘅 ，OK， 好啦，睇咁多先，好啦，最後尾有 page 我介紹多位，咁有啲係冇 page 我冇介紹，誒、哎，啱啱要露一露啊，今日咁快，好啦，冇錯啦，好，呢、這個冇錯啦，喂，喐狗佢，嗱，我唔知啊，嗱，我冇睇過啊，嗱，呢、這個就係婷婷啦，咁咧近期都少咗見佢嘅，咁啊早期佢都有幫下手我嚟參與節目啦，咁當然你知道，即係。其實佢係 model 嚟噶嘛，咁佢變咗好多有自己工作，咁嗰時就未必下下咧。哇，好多謝喎！不過各主持都好強哇，聽完之後幾開心啊！嗱，咁啊，婷婷佢個專長佢係一個 model 啦，咁佢都有自己教一啲好似公關公司咁，咁大家可以上去 page 度留意翻啦，查 Veronica Choi 咁就揾到啦。即係我講嘢真係就麻麻地，我都覺得係，即係成日攣啊，亂咁噏咁樣。係啦，咁啊 ，Veronica Choi 咁就揾到佢㗎啦。咁咧就公關嘅各工作啊、宣傳啊咁咧，佢公司都會負責到嘅。咁佢會 share 好多啲，即係同廣告有關啦。咁近期如果你話個人意見咧，就係、是、阿、妹妹識扮靚咗好多啦。唔係啊，佢唔靚喎，佢即係係有好潛質，好有好潛質嘅容貌嘅。咁啊，咁啊當然都需要裝扮同埋嚇髮型啊、化妝方面都要去。去揣摩一下啦，咁我發覺咧，由我初初識佢嗰陣到而家咧，已經係好大嘅改變噶啦。好，咁啊，對佢有嘅工作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上去依個嘅 page 度揾佢嘅。好啦，最後尾咧，咁啊，播住少少歌先嚇。嗱，咁頭先介紹個 Veronica 啦 ，Walker 啦。這個 Walker 啦 Joko 啦，搞下啲聚會啦，好好遲少少啊，應承你阿Sunny，跟住呢這個講講下又覺得唔知好唔好講佢名字 ，anyway 啦 ，HKV 老友嚟嘅，德哥仔啦 ，HKV 啦，影多次先，好啦，我哋嘅太歲哥哥啦，記住 DIO 就係佢啦，咁當然我哋換嘅 TV 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已經全新執過曬。裏面分曬類，你只要睇翻舊嘅片，輕而易舉，唔需要好辛苦，淨係喺度碌翻去舊嘅，唔需要 Facebook 睇咧，就有呢個問題啦，就係一路卷好似日曆咁。但係 YouTube 咧有個好處咧，即係唔係呃 like 嘅，方便你哋嚟到咧，可以即係跟翻一個種類去 search， 你 search 片名又得，你用節目名分又得，人名可能都得，譬如我要揾 Hot Toy 嘅 Lucky 又得，啊，咁所以咧係方便啲嘅。同埋咧，我諗撈出嚟發咯，因為 Facebook 如果連前嘅片咧，我相信你有排撈嘅嚇。好啦，大家小心咯喎，俾翻我個尊容你哋睇，因為同人講嘢咧，唔對住人咧，就好似有少少唔冇禮貌，係咪？
零下先，零零先，哎，我都好好好，哎呀，哎，啱啱追緊鼻哥，好應承我俾啲玩具仔大家睇睇先，咁啊，唔好咁悶先啦，其實真係幾悶嘅，我覺得我自己，我老婆啦咁講，好，嗱呢個既然喺背後影得嘅話，哇，嗱。即是跟我的喜好差不多的朋友呢就喜歡這些咯，這個歐洲帶回來很久了，帶回來幾年了，幾年後才拆回，最近才拆，哇這些中高模式，如果說真實度呢肯定這些高的，但是呢你說detail程度啊手工啊，哇不用說了，香港的玩具公司贏了，好或者大陸公司贏了，啊，想做的不過這些沒什麼人買的，哇，是吧，有些东西看看先，是不是很细节的，其实我有几只，不过搜一下先，后面那些是不是又是晒命的晒的， OK， 好，那呢跟着吃完 candy 就吃一下米田共了，这个我自己乱那么一点，其实OK 的初型，啊，慢慢玩一下玩一下就可以了，當然很多產公司產品撈埋，好最後尾呢就很多謝大家欣賞，不是欣賞了，就是看這一集的第二集的，玩具 TV 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和主持的，個人 page 介紹，多謝大家即是一年多來的支持的，其實這麼多東西很多朋友都 join 過我們主持也好幕後，啊，台前都其實大家都辛苦的，這個其實很感恩的，因為其實不是那麼易做到，其實，到現在呢都不知道會有什麼發展的跟著下去，其實就，當然，我自己在玩劫裡面我當然想即做一些，即不要說幫人，即益人益己，利人利己的事，希望可以即，香港這個叫做 collectible 的玩具業呢就即再進一步發光發熱啦，當然有些很好的公司在這裡帶著頭，其實是不是壞事來的，我自己呢就說兩句啦，其實很想真的，其實香港很多行業曾經很興盛過的，但就會即落回來，這個是循環來的，但我自己覺得香港這個 collectible 玩具業呢其實 有能力呢或者有個契機呢是繼續發展下去的，因為有時有內地的市場去即個新興市場那麼大呢，你又不用怕又走下坡，因為只會越來越多人玩 就多應該是，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可以藉著這個機會更加給心機去再幫幫手啦，係啦，咁一定係幫自己先㗎啦，咁呢個一定係助人自助，係啦，你唔助自己，你點會人哋會幫你呢，咁呢個係不嬲做人宗旨嚟嘅，咁當然我哋知道做呢啲而家網上媒體其實好多好多即係曬側邊嘅會發生，咁對我嚟講，我哋我鼓勵翻班主持啦，咁我你放心，我哋大家唔使驚，我唔會講啲咩，即係反而我最關心係班主持們咧，即係介紹，唔係淨係介紹佢哋，希望即係你哋係可以好開心，好 enjoy 呢個節目嘅主持，因為其實你哋係好多係大部分啦，全部都係義工嚟嘅，咁你哋應該去好享受呢個工作，同埋係好開心去繼續享受你中意嘅玩具。咁我哋如果係做玩具業裏面，我哋各自有自己嘅使命嘅，咁當然你話係 job 又得，你話揾錢我都唔怕，咁個個啲都要食飯㗎啦，係咪，咁我做份工唔係揾錢為咩呢，係咪，咁所以我哋有啲嘢我自己嘅心理準備預咗嘅，即係會面對唔同壓力啊，唔同嘅難處啊，咁咁多年嚟都唔好話講迎難而上啦，即係年年約一年比一年難做，你問啲行家就知㗎啦，咁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咁做，咁我相信如果啲行家朋友尤其是做公司啊做零售店嘅朋友呢聽到呢番說話呢一定好好認同，甚至即係眼淚都流住嚟講㗎，真係一年比一年難做，我哋由2000年去到而家，我哋每回顧返一年呢都發覺呢原來新嘅年都係靠難做咗嘅，咁但係仍然生存落嚟，咁點解呢，可能就係香港人或者呢班朋友對呢個行業嘅熱愛同埋喜歡，咁所以更加就是賺得那麼少錢，沒有媒體去即可以 support 我宣傳，即一定要錢的嘛，所有媒體都要經營都要成本的嘛，所以你說雜誌現在雜誌就越來越靜了，電視又不會有錢
俾到電視廣告咁有錢嘅嘛。我諗香港除咗一間公司、半間公司有之外，或者國際級公司之外，都唔會有錢賣廣告。咁佢哋點樣宣傳呢？淨係個個喺 Facebook 度自己煲自己睇咩？咁唔得噶嘛。咁所以玩具 TV 就係咁誕生噶啦。咁啊，乘機講下，喂，多謝你啊，媽媽嚇。咁我哋會加油嘅，因為你問翻我自己，我做呢行，我自己唔加油，我同邊個講叫我幫我呢？冇可能噶嘛。你自己唔自強不息，自怨自艾係冇用嘅。我亦都奉勸所有行內，無論係生產、零售、批發、代理、設計師，或者係行裏面一個你自己以為自己一個小小的員工都好，希望你哋唔好妄自菲薄，你哋嘅能力係完全成個行業可以崛起嘅重要原因。你問一下而家行裏面頂尖嘅公司老闆，我相信佢嘅睇法同我唔會差好遠嚇。咁、我唔能夠代表佢講，但係我相信如果嚇嗰、位陳生、黃生，好多好多位啦，不能盡錄啊 A 字頭英文名嗰啲，好多好多嗰啲好朋友啊，我當你好朋友啦，咁啊即係我都知道大家好朋友嚇。你哋知道真係有時呢幾年其實兩行眼淚嘅，好辛苦咁去過每一次嗰、那個。即係過年關嘅，你問一下你就好重生產，你就知即係過年關要找數大鑊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唔幫自己，邊個幫我哋呢？咁當然我哋可以尋求政府啊部門咁樣去有啲資助。咁其實有嘅，其實大家行家可以試下考慮一下，即係睇翻你個 status， 即係你個崗位啦，你個情況係點？其實係政府係乜嘢嘅？哦，新啲得㗎啦，我唔重複你個講嘢，明白嘅，我哋全部心照。所以我好關心就係班主持，佢唔應該去受一啲即係無謂嘅一啲嘅批評或者指責。但係我又理解呢個係言論自由嘅世界，你又唔可以去制止。所以即係希望佢哋睇得闊啲嚇，同埋 enjoy 佢喺個 TV 裏邊做主持，享受個過程。又開心又幫到人，呢、這個最重要嚇。咁、就咩？上星期太方便入咩話？零售市入侵了零售市，唔係好明白。OK， 上網購物哦，太方便。係嘅，但係你發覺香港嘅朋友都係行中意行街嘅。你試下行嘅現時點啊？禮拜六黑花市咁嘅。咁你就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節目嚟㗎，呢個係一個享受嚟㗎，一家人又好，放工 relax 減壓又好，拍拖有女仔陪男仔，男仔陪女仔，或者去尋寶捉平嘢，或者揾啲心頭好係好多年買唔翻嘅嘢，其實都係一件好幹嘅事嚟㗎。我自己以前即係細個後生嗰陣成日都咁啦，咁而家難得大家都可以做呢樣嘢，咁所以其實做零售嘅朋友都奉勸下咧，就係好沉氣哦。真係嘅，我知道你哋好辛苦嘅，其實大家都辛苦。咁咧。有時想想喂，你擺得靚靚仔玩具，賣得開開心心，其實咧你幫緊人嘅，係啊，咁希望顧客方面都知道，其實呢班咁辛勤嘅工作人員咧，都係幫緊你噶啦。我講兩個例子出嚟，真係可能有眼淚噶，唔係我啊。我一次行現時點見到兩個老細，嗱冇教我唔係品白人私隱。嗰日咧年過咗年啦，冇幾耐放假，咁其實 suppose 而家大家好開心，普天同慶去玩去見親人拜年，咁但係咧有啲老細咧。我哋會諗啦，你想做多啲生意啊，開工啦。咁但係個老細，你可以諗個，個老細其實係服務緊人。我見佢直伏咗喺度啊，即係當時冇乜人，佢伏咗喺度瞓著咗覺，真係瞓著咗嘅。咁我覺得呢個畫面其實我想影低，但係影咗都唔敢放出，因為係即係我唔知同唔同意噶嘛，係咪？咁但係嗰個畫面就係我自己係行內，我睇見就係即係心裏邊有一啲唔係累，係好。好想 support 嘅心情就係、是，即係咯，即係做到瞌眼瞓都仲要開鋪，即係年初三定初二。咁啊，另外有一次有個老細啦，希望唔好介意，如果你聽到話，咩不招人頭啊，得我哋會努力㗎，係。咁咧有一個老細咧，就同另一個老細傾偈啊。咁啊，其實佢屋企已經有啲事，即係自己屋企有啲事，其實佢就當時直情喊咗出嚟。開鋪嘅喎，咁我行過梗係唔出聲啦。咁但係我想講，我唔係要話呢個朋友佢有即係喊啊，而係咧每個人都會喊，每個人屋企都會有事嘅，係咪？有邊個親人唔會離開第一日係咪先？我哋行先，或者親人行先，有邊個唔會啊？咁但係佢仍然喺度堅守緊佢崗位。嗱，唔好講到偉大，賣玩具都可以好偉大，你知唔知？你唔係做警察、消防員、救人咁先至偉大嘅喎，做老師先偉大嘅，醫生先偉大。佢即係佢咁心情咁嘅狀態之後，佢都仲係喺度開緊鋪。咁我聽到個故仔嘅狼，其實都可能牽涉到佢因為做呢行有關。咁我覺得
係咯，其實每一行都值得尊重嚇。咁、啊、賣玩具嘅人唔係零舍差，做生意嘅人梗係要賺錢，或者甚至佢會你冇話貪，佢好想渴望多啲賺多啲錢。你指好啲，你嚇、啊、你做邊行？你會唔會想喺呢個行業做叻啲，揾多啲錢？你答自己。咁死佬好似蔡風華，忽然間 ，OK， 咁咧個樣好似蔡風華大王，唔緊要嚇，蔡風華靚仔嚟嘅 ，OK， 咁咧就其實個都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每即係買方賣方其實互相尊重咯嚇，咁、啊、其實真係賺得好微，好多次係蝕嘅，咁啊又講慘咗啦，換個 TV 唔應該俾我剩嘅咩啊？期待啲咩啊？祝升得太高啦，開始咩話？開始。睇唔到添，老花眼現時點？哦，係啊，現時點租金啊？依排又跌翻咯，係啊，依排跌翻㗎，係啊，係啊。咁當然即係咧，都係大家支持啦。咁我諗啱價嘅咪買咯，嚇唔啱價咪唔好買咯，中意咪買咯，唔中意咪唔好買咯。咁互相尊重啦，嚇咁人人都有難念的經嘅，即係其實係太歲話齋等價交易，你啱我啱交易 ，OK 握手咁啊完事嚇。咁互相尊重可以做個朋友。啊、我相信呢個世界美好好多，成個香港美好好多。換個 TV 創立呢個原因，嗱、我唔能夠代表埋我啲拍檔或者其他主持，但我心態真係希望行業好啲，世界好啲，社會好啲。當然梗係希望自己好啦，但係問題我想都係，即係因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啊嘛。咁你有幾多人係可以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呢？其實難嘅，調翻轉係咪可以咁調翻轉諗咧？好嘅社會有好嘅行業，好嘅行業有好嘅工作崗位，咁大家開心，咁社會更加好咯。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希望大家得繼續為自己繼續支持玩具 TV 嚇、啊，咁好多謝好多朋友好真心支持。呢啲答唔到你，其實想播首譚詠麟嘅《無言感激》嘅，好老土，但係唔好啦，算啦。咁大家喺心中，而家呢個世界好快嘅，咁就希望大家玩玩具玩得開心啊！我哋幫到幾多唔可以咁幫，即係我哋做咗幾多幾多啦，即係又唔好信曬我哋啦，即係但係調翻轉我哋都嘗試帶一啲新資料俾大家嘅，係啦，多謝阿 Andy， 咁啊多謝唔曬啲留言㗎啦，咁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咁其實嚟呢幾個月其實換嘅 TV 啲 like 啊收視係上升得好快，因為你發覺有好多外國嘅朋友都開始睇，咁啊多謝大家，因為終於發覺到原來換嘅 TV 嘅資料係最快、最新、最多嘅。嚇、啊！咁我哋都冇辦法賣廣告噶嘛，我哋只能夠靠一路積落去、積落去咯。嚇、啊！咁啊，最緊要就係希望真係幫到玩玩具嘅朋友、業內人士，係啦。咁你幫玩具業內人士，咁啊牽涉到錢噶啦，係啦，有錢嘅，有錢嘅，唔係冇錢嘅，乜都嚇。咁 所以玩具 TV 裏邊可能都會你見到有啲開始有啲廣告出現都唔頂嘅。嚇、啊！咁啊，即係食餐飯啊，買部機都要錢噶嘛。咁啊，希望大家理解翻。咁啊，我哋嘗試都會分開玩具，唔係廣告，唔係廣告咁樣，即係分開咁，令到啲主持都做得開心。咁呢個係代表個人嘅啫。所以今日咩講錯咗，或者唔開心，咁啊或者主持都好，我哋希望我哋又傾翻睇點樣去做好啲嚇。咁啊發封到呢度啦，咁啊自己一個喺公司又屈到九點幾。咁啊今晚到咁多，咁啊我見維持嘅收視都係呢、這個，咁即係嗰班29位嘅。啊，30位、30多位嘅朋友咧，真係真心睇嘅嚇。咁、啊、我知道，如果唔中意，即刻就走咗啦，係咪先嚇？咁 希望你哋繼續支持呢啲媒體啦。我相信呢啲媒體將會係香港各行各業嘅大趨勢嚇、啊，因為每個行業都需要傳媒，但係傳媒一正係一個急劇嘅大轉變。其實行內人唔知，連做傳媒都唔知嗱。咁、啊、我又講翻少少，我做傳媒噶嘛，自己做十年有多，我都覺得係。會大經歷變緊啦，真信新心信係啦，即係好多嘢會變緊，變得好快。咁其實冇人知道發生咩事，換個 TV 會唔會變成一個好揾錢嘅嘢，我都唔知道。當然我有咁諗嘅，我承認噶，我咁諗嘅。我出嚟搞咁辛苦，搞年紀真係我放嘅時間換個 TV 多過放學正職嘅可能嚇。咁為咩咧？咁我係呢個行業噶嘛，咁梗係為之行業噶啦。咁所以其實不知道的，但是我覺得有這樣的轉變的，所以也都不是說某行業的人搶了某行業 的飯碗，因為世界真的在變緊的，有些行業是會轉型或者變化。那我講到這裡，我真的衷心祝福大家，衷心多謝大家呢，就是這麼
一路支持啦。咁當然你鍾意嗰啲你就睇啦，唔鍾意嗰啲唔好睇啦。咁自己去揀，希望你睇得開心嘅，即係唔好喺度睇網上面自己互相喺度炒呀，唔好啦，即係自己開心心去睇就夠啦。最重要就係如果係買玩具俾你參考到，起碼睇到條片，你唔好睇我發瘋咁，你即係叫你自己去判斷嗰隻靚唔靚，抵唔抵買咁樣嚇嚇。咁啊，開心心啦。嗱，舉一個例啦，最近即係有隻 V 型電池咪好正嘅，真係好正，我覺得好正。咁佢哋拍咗，我冇拍啊，冇份拍。咁啊，其實個價錢咧，而家跌到咧係蝕本㗎啦。咁我自己覺得都應該唔應該賣呢個價咁平㗎。咁但係咪就係咯，靚嘢又唔係一定賣得到，亦都唔係個個賺錢。咁所以希望大家理解翻。咁所以買咗嘢跌價，冇唔開心咯。你覺得特值咪得咯？有時真係買到賺曬嘅。咁有時啲炒價又貴到即係離曬譜咁樣都有，係咯。咁冇咯，咁有時賺到條市咯，係咯嚇。咁希望大家最玩開心。嗱，到呢度真係到呢度停喺度啦。唉 ，sorry 真係唔好意思，長氣咗少少。咁再一次多謝啲主持。啲主持啲好朋友太多名啦，我怕講漏咗，因為有啲可能呢段時間冇參與，咁我唔想講漏啦。總之無言感激每一位曾經參與過玩具 TV 幫過手嘅朋友，一路睇緊支持，或者有時喺網上面打幾個字加油啊，或者喺街見到打下招呼，呢啲已經全部在心中嚇。咁希望我哋真係可以做啲嘢出嚟嘅，希望這個行業可以繼續去發光發熱嚇，幫到。幫唔到人嘅，即係令到好多人開心咯嚇！多謝大家。咁咧，今晚拜拜，好老土，好悶，好沉悶，又冇音樂，又冇靚女，又冇靚仔，我們都是玩玩具一群。係啊，玩玩具嘅人咧，我都發覺咧，好正噶。係啊，我有時都會玩玩具，起碼正經先啦，係嘛？咁我唔係話其他人唔正經嚇，咁但係一個好嘅 hobby 嚟嘅。好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咧開開心心。咁啊，今個禮拜四記住啊，唔好走雞。又記住我哋有亞洲玩具頒獎典禮嘅貴選。第二樣就係我哋嘅網站就快誕生。另外就係今個禮拜四，哇！有大明星啊！我當大明星啦嚇，咁，但係都肯定係㗎啦，即係我自己心目中係一個非常出色嘅演員咧，會令我哋嚟爆一個好多人都識本土嘅作品嘅產品，好大件嘅，好大件，好多人應該唔知嘅，或者未影過，包你唔會。希望記住禮拜四睇直播，拜拜。